几个人去世了，是真的会离开吗？你要是一直记得他们，他们就只是换了种方式存在。你说怕我忘记，也说怕我想起。人很难接受爱人的突然离开，追逐若心，想念却沉沉落地。他关闭了自己的内心。医生，医生，妈妈，你的服装店什么时候开业呀？快了。不要良心！啊！饭店，体重无限是体重无限的。怕你忘了，又怕你一直记得。一直想好好陪你熬过这段，但其实我知道是你在陪我，让我可以好好告别。爱从不曾离开。